销售呢就跳得很快，就整个那个就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成长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呢改变策略的一个呢很具体的那个形式。好，那谈到这边呢啊，我们就来谈说呢啊，到底呢未来呢我们要呢怎么样去做啊？那其实呢啊，接下来呢啊，我们大概呢啊，将近有大概40分钟的时间呢啊，我们呢大概呢从呢2点钟呢啊，可以呢啊讨论到2:45啊，然后呢我们就休息一个15分钟啊。好，那我们正式呢从3点钟开始呢啊，那我们呢会给那个每一个组的啊那个呢啊上来呢做10分钟啊。那你不能呢超过时间哦，啊，那个我们会请金融来控管，严格控管时间啊。10分钟之后呢，啊，那我们会请那个呢，啊，比如说你是第五组啊，第一组啊，那就第八组的人呢，啊，你要呢，在第一组呢报告完之后呢，啊，你要给他的评论的3分钟呢，而且你要用严格的评论哦，而且呢，你要呢用一些呢，啊，那所谓的严格的评论就是说你要呢。讲出呢啊，他的一个呢优缺点呢，优点可以不用讲太多，最重要的呢，你在评论他的时候呢，要有一些呢啊根据，不管是学理的工具或者实务经验的一些根据啊。好，那第一组报告完呢，就给第8组的上来呢啊来那个发表一下呢他们的一个评论呢，大概有3分钟啊。那那个第二组报告的时候，我们就第7组啊，就刚好呢就这样子呢啊来那个推算啊。好，那等到了第8组呢，啊，来报告的时候呢，那就是呢换这个第1组呢来看哈。那这样子呢，啊，大家呢就可以呢互相来了解一下呢，说呢，啊，别人报告的时候呢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呢，我要怎么来看哈。好，那我想呢，啊，那个在最后呢，啊，那个呢，啊，我们在谈说呢，整个那个商圈呢，其实呢要来改变呢，很多人呢，啊。我觉得说呢，啊，要改变呢这一些呢，啊，我们的一个目标对象，有时候是很难的改变的。但是呢，事实上呢，啊，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必须要呢去深入，啊，要去呢，我们说要去深根，它还是呢可以有机会的，可以改变的啊。好，那我想呢，啊，我的那个课程的说明呢，大概呢会到这边，啊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呢来那个做 workshop 啊，来做那个啊。晚生的一个呢啊活动哦。好，那每组呢啊就请呢啊把那个由各个呢小组长啊，第一组呢应该是谁？那个小组长是谁？那个组长可以很直拍那个李先生的那个。啊，那个第二组呢？啊，月票还是感觉跟香港相关的，哎，怎么办？对，除了广东手机，哈哈哈哈哈，要拍电影的时候，一人要拿萝卜糕、菠萝包，哈哈哈哈哈，安排相亲好，香港人跟那个肯定妹相亲之类的，烦死了。这边一起啊，就是一起上班。收到投稿结束，投稿现在是大四跟那个三百票选人数，还有票选人数，他们票选应该是浏览，应该有浏览人数吧？中国，因为基本上中国会有背包客很多，中国来的背包客，对，所以就而且会有背包客，先新马港澳日啊，对，新马港澳日，韩有啊，还有，哦对，那等一下我们先想好。研究。
可是Banner不便宜呢。现在就是要把它带到这里。多少钱？对，所以就是带到这里来这件事情。就刚刚说提供设计而已啊。看什么？我们不用输出呢。我的 banner 就是把它放在这边，然后就是点那个是这样的。哦，我的想法要放在这样，哇，可是这也不对啊。不是啊，就是主题在寻找幸福代言人。哎，写在这上面。我觉得幸福代言人写在这边。啊，也可以啦，也可以啦。就是我们行销活动的主题就是寻找这个幸福代言。啊。哎呦。几批啊？寻找幸福的滋味。这个加这个，然后写在最下面，寻找幸福代言。没有啊，幸福代言人已经写在房子了。幸福留言加幸福。那就这个加这个，留言加照片，然后找这个。虽然到边这三个才会整理。好。有没有先过乱呢？哇，提笔写字哎，厉害了。帮我们大师写一下，那个笔真超光的，月光好的，想那个哦，好了，太棒了，还有一个东西要加，这个小心哦，啊，不行，打干。